撇短一点，第二个撇稍微长一点。竖画也要短，横的起笔要低于这个撇的。第一横短，第二横要长。这样形成了一个长短要变化，竖钩要低于这个竖画，向下。勾出去，高低是错位的，缠。横撇分成两笔书写。横和撇，横要往上面写的多一点，撇对着这点的下方。竖画用垂露竖，点往上面靠，撇折。横折注意这个往中间斜的，下面这个横略微长一点，竖画在中间，用悬针术要垂直，上面间距均等要小，下面空间要大，上紧下松，高低要有错位。上面两个同出现的时候，不要写的太大，要写的短小紧促。提手旁不要写太宽，横左低右高要短一点，竖钩要长一点，再横画中间偏右。体往右上方。斜行笔，这个横画注意要短一点，不要写太长。竖画是在横画中间，下面这个横稍微长一点。横与横的间距基本相等。竖钩要垂直，勾上去，点尽量往上面靠。这两个高低要错位，图第一撇短一点，第二撇长一点，长短要变化。竖画要用垂露手，横起笔在撇的下方，竖画在横画中间，出头要长一点，横这个横画比上面这个横稍微长一点，两点。有高低大小的变化，捺笔方起笔，然后顿下，向右下方，由轻到重，把笔提起来，这个留出空间。